Taiwanese indie rock quartet Relax One pulled off an impressive gig at the Huayi Festival with a power vocal and infectious energy. Besides main vocalist Summer, the rest of the band members, who are in their 30s, are still single. So who's likely to be the next in line to bid farewell to bachelorhood? 这问题我也好想知道。这问题还是跳过好了，这个要问算命的人。算一下，看吉时，然后是开桌算。会不会是想吗？因为资料，网上的资料显示哦，你的嗜好。 是看A片，然后所以做的事是很旧的，Make Love Non Stop，你想我都写这个，怎么可能结婚？当然就不会是我啦，就定不下来了。这哪来的资料？可是这比较方便啊，假如有妻子的话，然后呢，就可以 Non Stop 吧。 不会，还没有想过啊。没有，妻子也可以啊。对不对？我在小人国呢。嗯，随缘咯，先算算命啦，看时间有没有到啊。看日子好不好？会不会是很多人追你的那种？有很多女生到，对啊，男的女的都有。男的女的都有。男的比较多吧。哈哈哈哈哈！自己承认，有想过是为什么吗？你是什么气质方面，还是什么东西吸引？我不知道，不能问我。跟小朋友，小朋友，小人国细皮嫩肉。我觉得我们没，就是被解约，我们的音乐被退回，我们不断的在等待。可是我觉得。 还蛮开心有这样的经验，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经验，可以分享给台下的朋友。然后也因为这些经验，我们写出很多歌，然后我们也感情更好。就是这些困难，你都可以把它当做是磨练你，让你进步，让你成长的一个关键，或者是之类的。 知道轻松玩乐团刚刚出了第二张专辑，刚刚热辣上架，要不要说一下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叫做 One More。然后，为什么会叫 One More 呢？因为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值得再一次机会玩更多，所以希望大家你知道把握当下去买 One More 专辑，支持轻松玩。祝福你们的专辑呢会销售第一，走向国际。谢谢，谢谢轻松玩。Catch the band's energetic rock numbers in the next few parts.